牛舌饼是端午节吃的东西吧？是吗？真的假的？是吧？是吧？是吗？怎么可能？不是吗？问一下聊天室，是吧？牛舌饼跟粽子都是端午节的吗？我记得啊。端午节的由来是因为屈原吗？屈原啊。那跟牛舌饼有关系啊？我不知道。但感觉我以前都是吃牛舌饼啊。真的假的？